袁伟豪做反派怕被掟鸡蛋。朱千雪、黄浩信、袁伟豪等人日前就为无线新剧《EU 超时》任务做宣传。系、哦，袁伟豪，上次你饰演嘅司马 Sir 大受欢迎，咁啊，今次呢套剧你会唔会觉得有压力先？今次其实就EU 入边就个气氛都同天马都有好大分别嘅。今次咧就唔同天马嗰啲咁精灵斩鬼啦，咁其实都系一个新尝试嚟，因为我喺入边咧都卖少少关子啦。其实佢都系一个唔系咁正路嘅警务人员啦，即系或者咁讲。此外，袁伟豪坦言啊，近年都冇试过演反派角色，自己亦都好期待啊，希望观众可以接受，唔好憎佢咁话。希望观众睇完我之后唔好憎我啦，系啦系啦咁，系啦，即系之前都大家都好喜爱啦，即系司马 Sir 见到都好开心，咁希望呢次观众睇到之后都会接受另一种演绎嘅方式咯，系啊，唔好抌鸡蛋啊就得啦 ，OK。